拥有一个打直球的女朋友有多爽？吃不吃火锅？吃不吃烧烤？不吃。那吃不吃日料？不吃。那回家煮面给你吃。走，宝宝，我想买条裙子，你买给我好不好啊？很便宜的。多少钱啊？就100块钱，我就想让你买给我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买，现在就买。你最好了。我现在很不开心。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你刚才跟你同事聊得那么开心，我有点吃醋。我们在聊工作呀。我知道你们在聊工作，可是你们聊得那么久，我又不知道干什么，我好尴尬呀。那要不这样，那以后我下班了尽量不去忙工作上面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不不不，你该忙还是忙你的吧，不过我现在心里就不是很舒服。那要不这样，我把你抱起来转个圈，你就开心了，好不好？再加一个冰淇淋。哎呀，你现在什么身体状况，你自己心里边不清楚吗？可是我的身体告诉我，5分钟之内吃不到冰淇淋，我就会死掉啊！你就给我买。哎呦，好好好，买买买！那咱们现在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把冰淇淋呢换成糖葫芦，我给你买一串糖葫芦呢，外加抱起你来多转3圈，好不好？嗯。那咱们现在去买糖葫芦。行啊，走吧，出发。